我要打码了，一只羊驼在乱窜。我已经四个月没有喝酒了，我们去喝一杯吧。你喝一扎，谁把你扛回去 ？Latino Club。No No。厦门，为旅客请注意，因乘坐航班很快就要起飞了，还没有登机的旅客。我第一次看航空公司报我们俩的名字。我们非常 spontaneous 的在出发的路上可以安排接下去五天的行程。今天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先要去一下南普陀寺拜拜，因为今天早上还是比较不顺利的。第一天我们先拜一拜，求好运，希望旅途顺利。Excellent choice. Here, here in Xiamen. So we are going to eat some small breakfast. Then in the afternoon, we are going to go to the temple.然后这一家餐厅特别搞笑，卫生检测基本上都是会给一个好评。这一家的话，我们很骄傲的告诉你，结果是一般。谢谢，刚全部吃完。这边就是我们要去看的吗？里边，对，就是这里。这是王八池，里边都是王八，对吗？都是王八。你说这个王八池，的确是王八池，祈求好运。很可惜，今天四大天王看不了了。南普陀寺差不多是好了，全部拜完了，有一些地方不能去，因为疫情，但是。我的小心愿，每到一个小城市要拜一下他们的佛祖，这个实现了。那南华路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吗？说不上来，它有什么好玩的，就是很好看，双子塔。对，这个都装扮特别好看，然后整个城市就全部都是绿树，很喜欢。忘记跟大家介绍了 ，Mingchy 可是厦大状元，是啊，什么厦大状元？ Anyway, 他是厦大毕业的，所以这次所有地方他都知道应该去哪里。厦门地头蛇 ，Yes， I repeat， 厦门地头蛇。发现一个特别可爱的咖啡馆，还有这种 garden gnome。
你看我的智障脸。那美女能不能带我一起玩？虽然我有点丑，但是能不能带我一起玩？南华路特别适合拍照。啊，我觉得很有 feel 哎，这里。可以往里面进去看看。看你以前是住这里边，不是吗？我住的不见天，不是往里走不见天，这边还是见得了天的，这里还是见得了天，所以这里就是不见天。你以前住这儿？我以前住这儿。Actually, it's nice. 看住这儿真的就是没有阳光的吗？你知道吗？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住在不见天。嗯，他订的早上去重庆的机票，嗯，误机了。为什么呢？因为早上太黑了，根本起不来。我觉得真的超级黑。港新村，这个新村感觉像在越南，还有绿植。做这些都可以做成鱼丸吃吗？OK， 鲨鱼，我们也做鱼丸吃，就是鱼翅我不要，我要做成鱼丸。现在要去沙坡尾吃晚饭，我们要去吃一些自助餐。明天是不是吃，决定了我们今晚吃的过不过分。没事，你今晚可以直接吃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感觉，就是我如果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我会觉得第一天水土不服，然后就会觉得吃不下饭。谢谢，谢谢，拜拜。是沙坡尾的另一端，你从这端进去，你从那端进去要进。啊，我看很多人在这里拍那个网红的，够死我了，他们竟在大道中间拍，你知道吗？不难说。帮我买杯这个，不好意思。网红店终结者是我们。我想下一次往里面走一走，你晚上不敢走，我就不敢带你走。谁说我晚上不敢走？你带我，我就敢走。啊，行行行，我胆可神，小心啊。所以我们决定吃 juicy。我觉得今天消耗的其实也挺多的了。我们是早上四点半就起床了，那是你的七点的飞机，然后我们到大门是9点，根本没有睡觉，直奔南普陀寺。南普陀寺以后就去了那个南华路，拍照拍了好多，然后我们就回酒店稍微休息一会儿。现在来沙坡尾的这个地方吃饭。如果海上有大风大浪的时候，这个渔船就可以到这个避风屋里面。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避风屋里，我们就在这里啊，我们就在这个避风屋里面。现在去哪里散步？艺术西区。我们吃饱喝足了，现在要去消耗体能，去溜一溜，溜一溜，因为肚子太大，明天拍照就不好看了。这种架子特别搞笑，因为在柏林时候那种像 Neukölln 那种 hipster 超级多的地方，他们卧室
基本上床就是靠这个搭的，只有睡这种床才是帅哥。超级 industrial。那就给我来一杯柏林苹果。Interesting。这个地方以前一直是有周年活动和 party， 老板是非常 hipster 的。一楼嘛，你看没认不认？你们认出来？这个进来的那个地方，他以前真的弄得很好。这个是2016年的派对了。Good days are over。胖胖啤酒马的故事 ，Long story short， crazy place。所以现在是晚上12点，某人开始饿了。Go there and just look at me。好，你去吃一下。你怎么那么激动啊？你能有点出息？好，走。花椒。花椒没有花椒。你是为了镜头拖的 ，I know it。I'm not even thirsty。I am. Have to warm up. I'm not even thirsty. 哦，谢谢。这不是肉吧，就是打成的泥，有点像是那个它是面疙瘩，对，有点像面疙瘩，但是味道好吃，不错，太好吃了。谢谢老板，拜拜。